虎哥船长，看我的！谢谢你救了我，我知道你想什么，跟我走吧。于是，冰雪公主就把塞巴斯丁带回了冰之岛，要好好的感谢他。孩子们，出来吧！Now make that motherfucker hammer time like